哇！好，可以的，不是丢伞，好，完全好，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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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盘，也是飞盘队的。我不管任何的运动，我都每次都是不是主要的那一个，就是我每次都是人家给我指令，我去听他的话的那一种。那这一次的话，我带大家丢飞盘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好像对自己也有一个很好的经验了。蓝队派出了先发选手是6号的黄宏轩、16号林嘉佑、38号子贤、21号许德伟、2号谢宇荣。而黄队呢，跟第一场比赛的先发名单是一样的，5号歌舞孝泰、99号曾义祥、9号 Zin、13号的徐伟泽以及14号的刘星宇。不要失误哦！来，压迫他们哦，让他们失误哦。好，这场比赛开始，蓝队先攻啊！结果黄队的开盘其实甘蔗带了，让盘在地上滚啊！距离呢，偷的也还不错，哇，防守真的是命中攻啊！结果，转换盘球，因为刚刚防守时候发生犯规。向太看，对，应该是贴得太近了哦。哎呦，这个短传，结果球盘出界了。短传盘出界，不要走路啊！要走，开始了！哇，赶快远离那里！开始了，得面对 Zin 的防守有点。得了，丢大了，得了，往前，得了，抢球，结果子贤没有接球，距离得分。右边多一个。场地呢，在中间的争夺区是30公尺乘以30公尺。有啊，好深！这个远，我要追！幸运成功，黄宏轩很努力的跑。现在黄队的大脑换了一颗，看看彭尊有没有办法把他在篮球场上冷静的头脑也带到飞盘争夺赛里面。端盘，端盘！跟！来。跟！拉开，跑了！谢宇跑！对的，防守也是有点命不透风哦。比第一，谢宇倒起来！反穿，就可以。追不到！不要放掉！跟！来了，进攻！哎呦，跟！这边呢是由跟伟泽负责分盘。交给黄宏轩之后，现在要找机会再出手。林嘉佑，蓝队的往前推的距离都有点太近哦，而且感觉在平行移动的力量，大概只要进行了大概5公尺的移动而已。德德，你不可以站原地啊，你要跑啊，你没有做哎。现在黄队防守出现了犯规，盘权依旧在蓝队的手上。黄宏轩分盘出去，对，空间必须要拉开来。轴心脚没有动，但这个短传呢，掉盘了。这一盘单手想要抓，没有抓到。盘拳转换，最后一道的防线，蓝队啊守住了。是。Go！好歌舞。这个盘，你想要把它接下来，结果一直看着盘往前飞，对，看得到接不到，是不是这种感觉？这时候会很想要化身一只拉布拉多犬的飞扑过去咬住飞盘，哇塞！结果蓝队进攻被 Z 一个拦截下来。要掉了！拍下来了，拍！传过去了，蓝队越来越接近得分区了，往前动啊！往后，再来！前姐，她在不断的往前跑。
注意十秒的出手时间。有了，我注意刚刚这个大概20秒的时间，蓝队都是在相同的位置上。老李太近，踌躇了。哇，结果现在还好快了，帮助了。一定要往前跑起来，一定要让队友看到有一个空间。对，这就是呢空球跑动啊。是，大家玩过合球应该要更多默契才是。你们一手传的球，我接过，放掉。好，这时候蓝队喊出了暂停。你们现在要耐下来，因为你们已经要进入到达阵区了。结果你们没有耐下来，就最后失误。你们要跑啊！我知道你们很累，你们一定要把它推进去。有没有问题？没有。好，暂停结束，比赛继续进行。好，比赛开始。跟上，跟上。蓝黄相间，很好。蓝队最后机会，要赶紧把这个空间赶紧跑出来。跟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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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干。这个传球距离还是非常的近，来到了善存的手上，取得了往前接盘，有推进。哇，结果在这边掉盘。这个闯进去还没有，还没有得分，因为他刚刚是在得分区前接到盘，然后往里面缓冲，这个接盘得分没有问题，非常的巨大，黄队2-0领先啊，只剩下25秒了，得分换人，拿下，再一分啊，20秒，哎呀，又接没有接好，又落地。盘权又是黄队的，你要满了就不要接，让盘落地；不要满就牢牢的接住。哇！黄队继续攻城略地，又得分了，3-0。时间终了，这场比赛黄队是以3-0打败了蓝队，而最后黄队是以2-0拿下了飞盘争夺赛的胜利。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们这一队有孝泰。当我们知道孝泰他的飞盘能力特别强的时候，我们就以他呢去做一些可能别队做不了的战术。因为即便那天风非常大，大家在传的时候，平常怎么传得到，今天传不到。但孝泰的盘还是非常非常的稳，那我们就把它套在比赛中，确实得到不错的成效。